另外，何必定和军国中家长会长吕义章为着和学生做伙感受过节气氛，请朋友赞助一班一袋圣诞装饰品，和校园充满着圣诞气氛。打开后车道，看到满满的圣诞装饰品，和群高中的学生真欢喜。在老师的指挥之下，将一袋搁一袋圣诞吊饰搬落车。十二月份哦，是我们感恩的季节哦，所以我就找朋友赞助了我们圣诞节的吊饰哦，一起来布置我们和群国中哦，让我们和群国中有一个感恩圣诞的佳节。为了让全校师生欢度温馨的圣诞节，吕玉章会长特别招朋友赞助一个班级一袋圣诞吊饰，让囡仔自由发挥布置教室。校长袁淑珍也带领学生甲会长做伙布置校门口的圣诞树。我会把希望考上理想学校写在学生卡上，并且挂在树上，希望可以考上第一志愿。就会考快到了，就想要考到自己属于自己理想的学校。高三考生正在面临会考的升学压力，未少同学将心愿卡片挂伫树顶祈福，希望当考到理想的学校。和群国中的辅导室也利用学校阴地空间，以圣诞主题做装置，提供学生翕相做纪念。多种学生文也好，有何必采访报道。